学习，让我们来学声母韵母合整体认读细节，请选择按键开始学习吧。摸摸摸摸摸摸，这是什么？一的的，我都忘记怎么读了这个拼音。呢呢呢，不错。平时有空你就在出租房这里教一下他是吧？对对对。那也不错，教他慢慢认识数字的拼音。哎呀 ，Hello， 大家好啊，我是小东，现在早上九点多了，吃完早餐也没多久，今天呢就打算带小孩他们去外面吃点好的，吃大餐，就带你出去吃大餐好不好？吃自助餐吧，附近应该有啊。有就行。干嘛？出去关门。虎门这边很多这些小作坊哦，制衣厂。我叫了一部滴滴打车过来。好，就是可能这滴滴就方便一点呗。是啊，我看过了，坐公交车要转一趟车才到，对，不方便路，不方便这边的。等一下吧，等两分钟就过来了。你坐前面啦。啊，我坐前面的了。哎呀，我们那边有一部分是讲白话的，有一部分是各种语言都有。广西有一部分是讲白话的，也有一部分是讲桂柳话。桂柳是贵州那个桂林柳州那边，还有一些客家话。向右前方行驶，上坡进入虎门大道。河池那边讲客家话。就是在广西交界，你老乡。是南墙沟。哇，今天天气很好哦。对，特别好，今天气温要回南了。蓝蓝的天空，马上走到那里了，再走上去一点点。找到目的地。你来过这里吗？没来过。我也是第一次过来这里。我在美团上面订了牛肉火锅自助餐，现在应该还没有开始哦。啊，没有，11:30才开始，我看到美团上面写还有差一点时间，先逛一下先。北国牛庄牛肉自助餐，上去了，上去，现在11:30开市了。大年平时有没有带小孩出来吃过饭呢？没有，没有，从来没有。从来没有带个小孩去那个自助火锅啊，什么酒店之类的，小孩吃过。哦。这个是第一次带小孩。还没开市是吧？开市了。有没有
我量一下身高，一米以下不用买单是吧？你看，没有，你看，有没有？一米一都没有，这个没有吧？一米都没有，那就不用买单，小，这么小还要？啊，一米二以上的，这么小还要？坐下。哎呦，我们算是第一桌了，刚刚开始。装修的还不错，这间店。那边是明档。要自己拿的？对，自己拿，自助的，用菜品的在那边自己拿的。这样吧，自己吃。拿哪个？小，这个小孩不能吃辣，就点了清汤。你先往那边打调料去。来两个小碗，一个，两个吧。两个吧。两个小碗。东哥，这里有没有饭吃的？应该有吧，吃牛肉吧，来自助火锅。但是小孩太小了，咬不动那个牛肉了。哦，行，待会我去问一下。好。哇，好新鲜的牛肉啊！啊，不用谢了，不用谢了，吃啊吃啊吃啊！我教你，直接拿那个牛肉放到这里烫，烫十来秒钟就可以了。啊，拿这个筷子，放到这里，放到这里来。点两刀，来，点到两刀。你先烫，烫，我先去拿酱料过来。好。拿点螃蟹，这个是什么？牛百叶。那可以的。来，搞个肉丸。够没有啊？够了。就完蛋拿吧，现在都这么多菜了。慢慢吃，不用急的。自助餐，自助餐随便吃。啊，是的。叔叔教你吃螃蟹，这个里面还有肉的，这个腿里面还有肉的，先掰开，帮佢剥开就好了。哎呦，里面这些有没有高黄啊？没有。大家看一下这个牛肉，不错啊。跟超市买那些不一样，这样烫一下就可以吃了。我之前在佛山那边吃过，这样加一下酱，啊。来，吃牛肉啊！这个牛肉丸好吃吗？好吃。跟你平时买那种有什么区别啊？这种吃的比较有弹性一点。这个是真材实料，是真的。你看超市那里买那种，一点那个牛肉感觉都没有。几块钱一斤，你想要蒸牛肉啊？特别吃啊，有原汁原味。腊肉饭，差不多，可以吃。很干水啊，这个牛肉。看一下时间几点了，应该有吃了
差不多一个小时了吧，应该。走吧，差不多12:30啊。差不多12:30啊。嗯。时间过得真快。对。用餐时间90分钟。你平时有没有带你孩子去外面吃啊？就火锅店之类的。有啊，这2年都有。之前就没有，这2年拍视频做自媒体的话，有时候会带他们去外面吃。那还不错。嗯。关小点火了哦，有点大火了。小妹妹，你饱了没有？饱了。啊，饱了，回去了啊、哦。吃饱没有？吃饱了。饱的都不想动了是吧？好了，今天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，感谢大家支持。